最新战报：观音山、三元洞基本上扫清了敌外围攻势。来，现在只有这个摩天岭打得不顺利，还没有攻下白角坳。告诉林彪，中午之前必须拿下白角坳，逼近摩天岭。是，我到他们那里去看看。哎，朱总。 一军团的左权参谋长已经上去了。哎，朱老总，沉住气呀！现在还不到关键时刻呀。左权参谋长已经上去了，让他看看情况再说。只要一军团能够拿下了摩天岭下面的白家坳，下午之前我们就能对敌人的核心地带发起总攻了。嗯，要不这样吧，把军委直属炮兵连。 调给他们用了。好，报告，左参谋长，军委直属炮兵连连长赵章成前来报道。赵连长，看见前方的几个碉堡了吗？能不能把它搞掉？参谋长，我们没有大口径的炮，这样的距离迫击炮根本够不着。就算是射击位置前移，这种小口径的炮也炸不掉钢筋水泥做的碉堡。 张参谋，到，命令进攻部队，马上改用炸药，给我炸掉这几个碉堡。参谋长，这样做部队的伤亡太大了。不搞掉他这几个碉堡，周浑元不会害怕。执行命令。是。第三爆破组上，火力掩护。 走，其他人继续掩护。
周浑元来电，我部谨遵蒋委员长指示，采取碉堡战术，对鲁班场进行顽强防御。次进攻，在激烈的战斗中，更是致敌伤亡1700多人，国军大获全胜。 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必须给他嘉奖。是。 停停停停！停！师长，我们就两个团的人，真要去增援周浑元他们的？你放心吧，我们只是壮壮样子，凑个热闹。弟兄们都累了，很多弟兄瘾犯了，想抽两口。那就休息会儿吧。好，明白。 部队停止前进，师长说了，弟兄们休息会儿，抽两口。啊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啊，坐。啊，快。主席啊，你先进来一下。哎，老总啊。哦，主席，你看各军团的伤亡统计数字出来了，135军团伤亡达到了1400多人，你看啊。 其中一军团伤亡最多，达到了489个人。我给你念念啊，团参谋牺牲了一个人，参谋长牺牲了一个人，营长一个人，连长三个人，排长竟然达到了6人之多。还有，鲁班场的制高点摩天岭到现在还没有攻下，看来今天白天是拿不下了。最为严重的是，三路增援的敌人正向鲁班场赶来，吴奇伟纵队的三个师已经到了枫香坝。 鲁班场，不足20公里了。前辈的敌人虽然近，但是并不可怕呀。我现在担心的是吴奇伟的中央军，和国军旗的川军来得太慢了。老毛，这仗跟上次的土城战役很像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很危险。危险就不打了，撤出去。我赞同老毛的意见。经过一天的激战，我相信周浑元被我们打疼了，打怕了。好啊。 那就这么决定了，不打了，撤出鲁班场。全体部队撤走之前呢，要打一两次佯攻啊。主力部队撤走以后，留下一个团，虚张声势，继续迷惑监视鲁班场的敌人。部队撤出鲁班场之后，命令13军团奔袭仁怀县，一举拿下仁怀县城。对了，伯承啊，一军团的教导营和工兵连在哪里啊？还没有消息，催一催。 好，快跟上！后面的跟上！快！
没时间了，打扫战场到渡口。是。同志们，军团下达命令，停止攻打鲁班场，向茅台方向集结。我团负责留守，掩护同志们撤退。什么？ 现在撤退，团长，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同志，现在撤退，同志们不就白牺牲了吗？我想不通，我们一半同志都留在这里了，我们应该打下鲁班场，给同志们报仇。是啊，我们也想通。这不是撤退，是逃跑。胡扯！想不通，想不通也要想通。这是军团下达的命令，必须执行。不止我们团。 其他兄弟部队伤亡也很惨重，难道他们就不心疼吗？啊！就只有我们部队伤亡惨重，牺牲这么多同志，我也很心疼。老朱，同志们，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是我们要坚信党组织，坚信中革军委的决定。既然让我们六团留下来充当主力。 监视敌人，就得做得像一点。你们几个分散到各个山头，多点一些篝火，迷惑敌人。是是是。也让钟红元睡不好觉。同志们，晚上警醒点，当心敌人偷袭啊！团长，我们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？明天。 主席啊！啊，主席，何成啊！哎，主席，老总，一军团报告，他们的教导营和工兵连攻占了茅台镇，有一座铁索浮桥完好无损，一军团和三军团也顺利攻占了仁怀县啊！太好了，老毛。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进茅台镇了，啊！是啊，你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嗯，走吧，走，走，走。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，一个一个站一个。我们那儿还有很多竹竿，现在就去帮你们运过来。谢谢老乡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谢谢啊，谢谢老乡，不用谢。营长，教导员，我们已经侦查好了，架设另外两座浮桥的地点。 一个在下游的阳山坳，一个在下游的银滩。好，那你们抓紧时间架桥，争取在下午3点以前完成。哎，一定要注意警戒，小心地主明朝武装的袭击。是。敌机来了，快隐蔽！快！隐蔽！快！隐蔽！快！快！ 老乡，没事了，来，快起来，老乡，这里不安全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老乡，快走吧。营长，桥被炸坏了。 王连长，铁索还是好的，你们把浮桥重新架起来。是，全体工兵连集合，抢修浮桥。我们此次战役的主要目的，就是要将朱毛红军缠绕在鲁班场一带，等待我各路大军合围。
将其歼灭，所以切记被朱毛牵着鼻子走。只要我们不出鲁班场，红军又攻不进来，那我们就胜利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军座，得到了准确消息，红军于两天前撤离了鲁班场，去了茅台镇。什么？那？ 山头上那些红军是怎么回事？是他们留下来监视和断后的。据情报说，只有一个团，也已经撤走了。消息可靠吗？千真万确。这朱毛共军来无影去无踪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报告，江委员长急电。 说了什么？要我们继续坚守，说等到吴奇伟的三个师、国军旗的两个团以及黔军两个团一起围歼共军，等他们像乌龟一样慢慢吞吞地爬过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那，军座，红军去了茅台镇，咱们是追还是不追？还追个屁呀！打了一天一夜，伤亡1000多人，还嫌少吗？ 红军是主动进攻、主动撤退，不是被我们打跑的。那怎么办？给蒋委员长回电，等待新的命令吧。是。 到处都是酒香啊，不管什么味儿，就一个字儿香。欢迎，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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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边看看，这儿的风景多好。来，这边看看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哎，对，坐下歇会儿啊。天气真好。哎，嘉祥，坐下歇会儿。歇会儿啊，老总。哎，哦，你们说，这鲁班场之战又打了败仗，我应该接受怎样的处罚呀？你们看啊。 老毛，这是在考咱们呀！老毛啊，我们面对敌人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，如今我们却坐在赤水河边，这算打败仗吗？对呀，而且我们的红军主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这要我说啊，应该是成功闯关啊！对呀，就是成功闯关。哎，败仗啊，就是败仗，还是要说的。不过。 你们说的对呀，这叫败中有胜。老毛，这鲁班场之战，你是败中有胜。可这一次你放弃攻打周浑元，撤退到茅台，我看啊，你老毛是另有所谋啊。不管是有胜还是有战，总之我毛泽东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 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，这个老毛啊！委员长。 王家烈这次任务完成的不错，在仁怀、北盘江，尤其是在川滇黔三省交界防线，可谓是碉堡林立。他想请您下星期去视察，您看？不会，又是问我要钱吧？报告委座，周浑元来电，中毛红军已撤离鲁班场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 朝茅台方向去了。
我们的大部队先别动，派空军第六大队准备轰炸。另外，加派4架侦察机，侦察以茅台镇为中心的赤水河两岸一带，有朱毛共军的动向，随时向指挥部报告。是。 主席，是敌人的侦察机，我建议让他们先过河。没关系啊，我们这次过赤水，就是要让敌人知道。既然是侦察机，哎，我们正好大摇大摆，慢慢的走，让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啊！啊，走啊！好。飞行员看得很清楚，红军在茅台这里搭建了3座浮桥，有上万人在渡河，肯定是红军的主力。 他们有篡回川南，目的是什么？委员长，我认为红军既然在鲁班场砍不动周浑元，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。他们这么做的目的，其一呢，是为了撤退；另一个目的呢，也可能是为了跳出我军的合围。黔北川南，山势陡峭。 大部队不宜激动，是军事上的决定，是和小部队周旋。毛泽东、朱德在此多次徘徊，是想跟我们打游击。朱毛于此绝地徘徊，我的分析是：一，是他们的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；二，他们是想在此地化整为零。 在乌江东岸、长江北岸，以及横江东岸，继续沿用他们打游击起家的方式与我们周旋，冒险北上渡长江的可能性并不大呀。永泰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我完全同意委员长的判断。好。 此休，那你就和大家说说你们新制定的围剿计划。是。我的计划是命令中央军吴奇伟、周浑元纵队向茅台方向进行伪击，并驻保推进。中央军上官云相部在桐梓至遵义之间驻保据守。 湘军李运恒部东进至遵义周围驻保据守，湘军所属的川军在长江以南叙甬、古蔺、赤水县、土城一带驻保封锁；滇军孙渡部东进至毕节、扎西以东驻保据守；黔军王家烈部在打鼓新场至鸭西一带驻保封锁。我六路大军。 将朱毛红军围困在赤水河两岸地区，聚而歼之。如此，六路大军把朱毛困在这狭小地带，这可真是聚歼他们的千载良机啊！是。哎，走啊，罗总。王耀南。哎，哎呦。 哎呦，主席啊，哎，他就是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啊，统一渡赤水，二渡赤水，工兵连可立功了，这次三渡赤水，他们可立大功了。说得很好，你好啊，王耀南同志好，你好，主席，你们工兵连啊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，干得好啊！谢谢主席，我们成立工兵连的时候啊，我就讲过，这工兵啊，早在1000多年前就有了，这项任务既艰巨又很光荣啊。 群众对我们架桥有什么反应啊？哦，群众很支持啊。他们希望浮桥搭好以后，最好是不要拆，以后过河也方便一些。哦，
一举两得呀，还可以造福人民呢。哎，主席，那我们赶紧去把浮桥再加固一下。好啊，那辛苦了啊，同志们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走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快点跟上！回来！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教导员，这敌机太欺负人了。参谋长有规定，没有命令，不许打飞机。同志们，我理解你们的心情。 但命令就是命令，再说步兵武器也打不着飞机，还浪费子弹。营长，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是啊，营长，对呀。回去。这里，我一军团经妙山、金华寺进入到石堡寨一带，三军团进入到。 鱼洞沟、大村，我五军团、九军团，分别进入到河头坝、鲁家坪一带。报告，首长，敌机飞走了。啊，杨润生，我们的人还有老百姓有没有伤亡啊？老百姓没有伤亡，我们的几个战士受了伤。还有其他什么伤亡吗？三座浮桥均有轻微的损毁。 哎，可惜了，下次敌机再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也拿着机枪打上几梭子，吓唬吓唬他也好啊。对，就拿机枪吓唬他们嘛。主席，真的可以打敌人的飞机了？嗯，打，好。同志们，来来来。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终于可以打敌机了！真的，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，同志们。如果敌机再来，咱们就用机枪狠狠地揍他。好，走，咱们继续商量商量。走，来来。 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注意脚下，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！营长，啊，看，你看这个地方，适合打伏击的位置。你带几个人到对面的山上去。好，哎，再带两挺机枪。是。 营长，都2个小时了，敌机还来不来了？我比你还着急呢。大家再等等看吧。啊！营长，前方有3架敌机顺着河道飞来，准备战斗。 进入射击范围，进入射击范围，给我打！
中央的首长今天来看望咱们了，吉祥连的同志们，大家好啊！同志们好！同志们，你们这一仗打得漂亮！我代表党中央、中革军委专程来祝贺你们。你们不仅打掉了敌人的飞机，更重要的是。 你们狠狠地打掉了敌人的威风啊！现在不是我们怕敌机，是敌机怕我们了。要好好的总结经验，向全军推广。是。我看这样，等我们过河之后啊，全军向西或者向西北方向走出20至30里地，然后啊避开大路，躲进这深山老林里隐蔽起来。 记得呀，关闭电台，等待新的消息啊！报告首长，工兵连连长王耀南前来报道。好啊，总参谋长，你给王连长下达任务吧。好。王连长，哎，派你去侦察呢。我们二渡赤水时，在儿郎滩太平渡留下的浮桥还在不在？哦，我派人去查看了，桥还在，老乡们自己把它看管起来了。 好啊，太好了！你们工兵连要马上赶到这两个渡口，把浮桥全面检修一下。嗯，联系当地的游击队守在那里，看管好浮桥啊。是。报告，我把军委电台队的报务员调来了。哦，好啊，哎，你们辛苦了。 哦，你就是编号三。是，你好啊。主席好。那你就是编号七了。是。辛苦喽。主席好。哎，你们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呀、啊。敌人一直在监听，而且还熟悉了你们的指法，所以啊，才给他们取了代号编号三、编号七。请主席指示。哎，还是由我们的总参谋长来下指示吧。记住啊。 到了义军团，要向林军团长聂政委叩头转达命令。是，这可是毛主席的锦囊妙计啊！每到一个地方，分别发出去，迷惑敌人。是。好，去吧。是，主席。哎，总体来讲啊，我们这次三渡赤水河就是一次全军的大佯攻。 所以要做好保密工作呀，只要这步棋下得好了，敌人就一定会上当。是啊，保密工作太重要了，涉及到我们全军的命运啊。嗯。参谋长，是，让大部队加快速度。 加快行军速度！快，快！老彭，这是片树林，所以便于佯攻。好，啊。 这次朱毛红军在鲁班场战败之后，已经元气大伤。我们这回西渡赤水河追击，再加上其他五路大军的合围，定能聚歼朱毛于川南地区。是啊，你们在鲁班场打得很好，士气高昂。嗯，而我们却在遵义吃了共军的大亏啊！许多士兵至今仍心有余悸啊。 七位兄弟，你放心，这次你我兄弟两个纵队抱成一团，齐头并进，不会再给朱毛任何突袭的机会了。好，这次会剿全靠你了，老兄。报告。不必客气。报告。说，根据茅台镇村民反映，
共军的后卫部队三天前才离开茅台镇，前往古蔺方向。命令部队加快行军速度，跟踪追击。是。加快行军速度。魏兄，我们走吧。走。 军团长，咱们这到底要去哪儿啊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那你们都不知道，你让政委去问问中革军委啊？怎么问呀？电台都关了，电台关闭了，那咱也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。怎么叫干等着？这叫等待命令。哟，彭团长来了。哦，政委，怎么着？你们俩又在这儿大篷不及小篷急了？不是，这要去哪儿也不说。 那现在咱怎么办？你是一个团长，你都沉不住气，你让战士们怎么看你？这个地方电台两天之后才能开机，到时候肯定会通知你们。你这样，赶紧回去，让部队好好休整，等待命令。还要等两天？嘿嘿，火气不小嘛！啊，来，我给你冲杯茶喝喝吧。哟，这两天不能生火，没有开水。 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冲一杯凉的喝喝，尝尝味道。政委，军团长，我明白了。那两天之后我等消息。飞机看得很清楚，共军过河之后往西边去了。给川军报告。 他们是往西北方向去的，是不是可能会攻击古蔺县城？电报。电报。这两个方向都出现了共军的电台信号。报告。进来。驻毛共军的主电台突然消失了，两个都消失了。是，全部消失了。这就奇怪了。哎。 方着打鼓，心肠这么好的地方不打，非要去跟鲁班厂那块硬骨头，又啃不动。现在倒好，躲在这深山老林里。哎，军委这么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，咱们再等等，啊。林军团长，叶政委，罗参谋，说，给咱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？